我们现在在美国村的一间叫做北海道素材的寿司回转寿司店，然后很可爱哦。想说都是单人座位，哪里有回转寿司？结果他带我们到一个，真的就是桌上就可以回自转，己自转，好好笑。就不知道到底是怎么样，但是我们今天是拿方 pass 是吃套餐的，所以这个有点想要单点一下它自转功能到底是什么。对啊，感觉很好玩。这个是我们用方 pass 来兑换的，然后你可以看到它是鲔鱼寿司，然后阿卡耶比、火腿跟那个伊库拉，就是这个 set，但是 set，然后但是呢，其实对于男生来说数量有点少，所以我们可以再自己单点，而且他已经帮我们开了转转盘了，不点好像对不起自己。我们想要知道转转盘到底是怎么转的。哦，好了。这里都有音效。对啊，我刚看你在翻页就有翻页的音效，好笑哦。好好笑啊！这是在我们自己桌子上一直转、一直转、一直转、一直转。我们用 Phone Pass 的换的那个套餐。哎，你这么大盘在那边转，然后转不过去怎么办？它转得过去吗？可以吧？真的好得很呢。他觉得好无聊哦，这两个人到底在干嘛？自己走。我还找你，又不让我拍，硬要走。いただきます。我来了，哦，原来是从这样来的哦。原来他是会送餐的，嘿，啊，开始转了，好屌，可以让他这样转吗？对。哎，他是咖喱很多哎。拍谁啊？我先拍个照，等下再让你转哦。又来他来得太快了，他会从旁边送来。先可以不要转吗？好好，不要转就不要转。应该可以先不要转。好吃吗？很新鲜，很好吃，但是。哇，那个鲑鱼软好油滑，我还是很不习惯。哦，一二三四五六，还有一个来了。哦，来了！哇，那个蛋超小的，这是怎么办好到扯的？这是鹌鹑蛋吧？好可爱的小鸡蛋。除了就是方 pass 换的那个套餐之外，然后我们自己还单点了一些就是推荐的菜单上面推荐的东西，然后就是为了让他在这边转，没有啦，就是要吃饱嘛，所以就多单点一些，然后可以介绍一下，这个是鱿鱼透抽类的。这是真鲷，然后也是他们菜单上推荐的。上面有一颗蛋，非常蛋黄，非常小，应该是鹌鹑蛋吧。然后呢，我现在到寿司店几乎都会点这个稻荷寿司，因为我觉得一间寿司店好不好吃，就稻荷寿司很重要，很重要，就是基本款的。那这个是更基本款的鲑鱼鲑鱼系系列，列。一间寿司的。鱼新不新鲜？鲑鱼很重要，台吃湾就人知超爱道。吃鲑对，然后呢，这个是有小阿妮。卡尼的那个蒸蛋，然后这个也是卡尼蟹肉的，它它是军舰，然后把它变成。卷寿司，对。所以今天就是我们叫的，除了就是用 Phone Pass 换进来之外，然后我们还点了这些东西，对啊。然后我们的座位是有。
旋转盘的座位，可以看到他会先用送餐通道，就是那种快速送餐到你的座位上，你就自己拿下来到旋转盘上面，然后开始自己转。茶的部分呢，它旁边其实就有一台机器，它上面就直接有热水跟煎茶，冷的跟冰的可以选择。如果你想要再浓一点，上面也可以就是再按浓一点的茶饼。这是它三种那种寿司酱油，它有碱，这一罐是碱盐的，然后这个是生的生抽，然后对，然后这是大豆丸寿司，丸大豆的修油。然后呢，我们要开始转，自转。啊，先是转挖汁，先让它转。他说这是让了小朋友，你能够享受那个乐趣。你这个吃完的，我一哭他要给你。真的还挺可爱的，你要什么减盐的吗？还是都可以，留一个就好了呗。好热哦。想喝水，你的茶是我吃药的水。那你的，那我要拍他在转的样子。为什么要抓脸？稻荷寿司。真的有，这里的米饭量没有很大。嗯，好多汁哦，好吃耶。嗯，这稻荷很好喝。嗯，是不是这样？哦，聪明耶。好，怎么样？好吃啊！里面有紫苏吗？因为有紫苏跟卡尼，所以都好吃。就是我喜欢的，所以就好吃。它的水分很饱。嗯。哦。那紫苏真的好香哦！你的重点应该是这一盘，赶快吃。嗯嗯，超美味。我把我这个丢给你。超美味！天哪，这个怎么？纯粹就是紫苏叶香。紫苏叶香气，然后还有卡尼的鲜，那种水分鲜甜这样。对。我觉得就是很不错。真是超多水分的，我的天！你吃这个感觉怎么样？这个怎么吃？就算不错了。是吗？嗯。这看起来不止不错而已吧？这个这一盘的食材都很算很不错。对啊，这跟我在那个黑门市场看到的差很多嘛。可是它已经很不错了。对啊，已经很不错了。充满油脂哎、欸，黏黏滑滑的油脂，哇，好浓郁哦。现在在跟螃蟹搅粪蛋，没空理你。这个超柔软浓郁，然后那个油脂又很有淡淡的香气，非常好吃。他用的食材真的很不错。对，就这一盘的食材，这一盘的食材真的算是真的不错了，值得。哇，一咕啦也好吃。哦天哪，一咕啦好好吃。因为很好吃，所以我不敢吃，因为它
一吃下去就整个那个爆油脂啊、爆浆啊，那种就是好好吃哦。鱼蛋里面的整个油香都会散出来，因为我不敢吃一颗啦，所以我全部就吃了一口，就发现哦，它是、要这样吃啊，像我这样吃。它好像是没有什么腌过，对不对？没有，它没有腌制过。对对对，所以我就更不敢吃，因为那新鲜的味道，还有那油脂的味道，我觉得有点对我来讲太强烈了。太好吃啦！觉得那个怎么样？很不错啊，螃蟹很新鲜，真的好软哦。入口即化，还有淡淡的牛奶味。你这样吃会不会太奢侈？不会，因为老婆不敢吃，全部给你吃。就是这一个我发现它这个就是拿来给你配的。你看，就是可以配虾，配干贝。哎，你不要加酱油。用这个配就好。哦，整盘都没有加酱油吃，就这样配就好。嗯，这很好吃。自己组合是不是？对啊。一咕啦虾虾这样。虾虾，一咕啦干贝啊。螃蟹蒸蛋里面，这下面还有那个虾子，虾子肉块吗？算是大虾的肉块，小虾。算是小中型，比小虾再大一点吧。就这样啊，哦，不算大虾，就是小虾呀，肉块。不是先吃上面那一颗吗？你这样就倒了呗。上面这颗是单独吃的。是啊。我觉得。那有人可以问一下吗？那我宁愿这样吃。会倒好不好？我知道。是啊。阿贝玛西啊。啊！我为什么下面那个叶子一直跟着我？不要跟着我！那蛋黄很香耶。看得出来是一颗坚强的蛋，很香，那个蛋黄很香，是一个冲脑的，就是那个蛋黄很香，但是淡淡的啊，不是很强烈那一种。它的鲷鱼很柔软，一般会有一点韧性，因为它的很柔软。它的鲷鱼，可能是新鲜鲷鱼，真的新鲜鲷鱼。这个蒸蛋看起来就很好吃。是啊，我只闻到它的香味，好厉害哦！很多很多虾肉，虾肉也很多，这整个就是很鲜美的一个。对啊，很好吃。哎、它里面放鳗鱼，是不是有点高档？嗯，而且它的那个蛋汁很细腻啊。好，主要是那个香菇的香啊，它那个香菇，香菇蛮多的哦。嗯，它的香菇的香。我刚是吃掉很多的原因，因为我刚刚就看它的那个茶碗蒸不是很便宜，并不便宜，一直在转，继续转，已经没菜了，你还在让它转。这个啊，一哭打的另外的吃法。我刚刚也是包着紫苏吃的。我为什么要这样子呢？就是为什么要留紫苏，就是为了要包它。我刚刚也是包着紫苏吃的，但是紫苏还是压不过那个浓郁的鱼软味道，你知道吗？就是要吃那个味道啊。是我就是不敢吃啊。啵啵啵，很香的。你不吃哦，再吃一个吗？我已经吃很多个，我都各吃一个了。各吃一个啊！不要了，不要了，不饱了。嗯，
还有寿司其实不要加酱的。嗯，没有，你加的太那个了。是太咸了，要加那个绿色的。对，减盐的青酱油。那很不错，它可以挑，就是你要里面要不要放瓦沙里，有的人不吃瓦沙里的人就可以不要放，它是可以选的，然后饭也可以选择多少这样。但是你吃不饱就多点一点饭，那个。但是如果你在点的时候你没有加瓦沙比，它是另外这边是没有瓦沙比的，对，就是、就没有。老寿司店也都是这样。对。但这间是新寿司店，也是这种做法。这样，因为它东西确实新鲜，它不是那种便宜的那种旋转寿司，所以我觉得可以理解。嗯。如果东西不新鲜的话，没有办法這樣。而且干净，因为它就是用那种在台湾也有，就是列车这样送过来，直接到你的。哎，寿司弄有吧？寿司弄也是这样，都是啊、对不对？现在都是、啊。对，现在都是嘛，就是到你这里，然后呢，你就自己开始自己转你自己的，就是你食材不会经过别人家前面这样。嗯，对。奢侈了，吃了一片，只敷衍。对，而且他几乎每一个食材啊，很大方，都附一大片哦，一大片的紫苏叶。这紫苏叶是很新鲜的那种。对，对于紫苏叶爱好者我来讲，就是很开心啊，好吃哦，就是一直在吃。因为我上次去超商去看啊，其实我发现紫苏叶一片也不便宜。嗯，几片而已就要多少钱这样？对、对，一片不便宜。但纸巾也好厚哦，感觉可以再利用。哇，好滑的，好滑的那个小乌贼哦，那个是生的，对不对？嗯，生的。嗯，我刚刚没有看到是生的，我吃的是炙烧的。然后唯一的败笔就是我夹的紫苏叶一起吃的，人家炙烧味道真的没有，有还是有。但是紫苏叶盖掉了很多，我觉得那至少应该是，如果我不配紫苏叶吃的话，应该是非常好吃的。嗯，只是可惜，因为我就是下面一片紫苏叶，我因为太喜欢吃，我就一起把它夹了吃掉了，哦、所以至少的味道就降低了非常多。对，这个小乌贼身体是软的，然后它头骨有脆骨，它没有把它去掉，它把它切碎。所以进去的还有脆脆的口感，哦，真的每个都好吃哎、欸，嗯，不错，真的都新鲜，可以。这样有吃饱？可以推荐，我吃饱了，那我吃得饱。这样对、啊，这样吃了吧？这样才吃了吧？哎、哦，因为我们刚刚其实，在点就是其他餐点的时候，就是除了有加 wasabi 之外，那个饭量也有加。嗯，这其实是吃的没有吧？有，对，因为它预定选项就是全加。对，所以其实我们这样是有吃的，就是以盘数量来讲，其实这样不算多。不能浪费了。爆开了吧？嘴里全部都是一股啊！对啊。我要点那个。那你点。一集一集一集，一蹦一蹦。现在服务里。噔噔，すみません。アイスクリームはどこを注文ですか？アイスクリームは持ち帰りになりますね。お会計終わってからのお渡しなんです。会計。はい。刚发现呐、啊，就是我们这个桌子啊，其实只有我们这一台有哎、欸。就是因为我们想要拍照的地方亮一点，所以本来是被安排在里面，然后广告就说想要亮一点，然后就只剩下这一桌，然后就给我们这一桌了，还蛮 lucky 的。对啊，对，好吃，不错。哎、欸，
我一直忘记做开场，过来，开场，欢迎来到小布的美食时间，噔噔，很无聊，每次都吃完才想说要做开场，吃吧，